中年，能吗？我现在忙的要死了。他头发都是包，我不敢剃。慢慢剃，不是剃不好就剃破了。谁会录啊？我在录。别像了，不行，我事儿多着呢。慢点，你要想亮的话，你慢点，他不行。你先瞅啥资料？不疼啊，是不是？嗯。端了我。冷了。我完事儿你按哪个？完事儿你按哪个？不完事儿，你就别弄了。哎呦，这咋的？录的你现在包可多了，完事还好，就那一块儿。这个没录啊？没录。来，我去，这脑袋全是嘎的，看看没？都剃完了，全嘎了。真好，可好了。师爷，咱再说回嘛。你要疼的话就吱声啊，疼的话要，也就是有的时候头发就干了，你可能要去再洗一下。没有腰苗，我哥。心里念佛，别说疼了。洗的时候没给我加点小米，它会疼点。剃几回就没了。头发长，我不对。这舌头干啥的？我出不去，我透不气。你往那点还是？我还是呢，还是放肆呢。老师技术挺高呢。技术挺高。我这拿我自己脑子练出来的。技术练特别好。头发咋的？点因为你这边已经干了，没办法。抹点水。不是个屁呀。抹点水，好地方。就刷这点。要是疼的话，然后你再去整。再去洗，疼不疼？抹点水。这头剃屁股都光着。因为要不然他要是光的话，早剃完了。哎呀，你这脑袋怎么整的呀？失血了，师傅。哎呀，因为他有包。丝绸都上了。这一天不得慢点。早上你刮就好，疼不疼？这地方干了要。别挡光，别挡光。这脑袋上全小疤了。妈
买多好洗发精没啥用，你就全干了。没把嘎一样。你这每次脑门上都是那个黑的，忙。外边是黑的，剃完脑门都一样。脑门也剃呀、啊？那你有那个小绒毛可黑了，你剃啊？你这个是像不一样，不一样。洗吧，洗完再找一下。